值得我看见到处是阳光。宝贝们，周三晚上好，下班特意从这么回来，我要上这个药店。那个阿姨每次给我配那药吧，我感觉她挺会配的，我这头皮痒的都不行不行的，闹心呢。我看用不用抹点啥。阿姨忙着呢，看看这里，都是这种药啊。等一会儿阿姨忙完呢。宝贝们，看看这啥，脆生生薯条到了。我等那阿姨等半天，她那三个人围着，然后我就上旁边，我先问问蛤蟆劲儿有没有。妈，竟然到了。哎，正好莹莹晚上来吃吧，这薯条可好吃了。这楼区装饰上灯了。对，没跟你们说呢，阿姨给我拿的还是那敏家的那个药，就之前我脸有毛病了，她给我拿的无激素的，哎，7块5毛钱。我这头上痒的，它那个比头两天重，因为我控制不住不碰它，碰它颈夹姐夹掉了，然后就全是水粘液，我闹心都不行。完这头发该洗了，我寻思再伤害，是不是完了吗？赶快抹点药吧。谁接妈妈来了？臭宝块呀，沫沫丢了，咋的？今天气温可暖和了，好像0度。他抱这里睡沫啊？啊，妈妈回来了，睡吧。宝贝们，搁窗户这能看见我的容颜吗？瞅一眼得了。我现在要洗头抹那个药，刚染完吧没感觉，第二三天呢感觉有点痒，然后它慢慢的渗液，完就出那个结痂。我这芡也不是，它要不痒嘛，我就不芡了，我还没搁指甲贴，我就搁手这么指肚轻轻一碰，它那小渗液的结痂就掉，然后就出那水是粘的。问题是痒的我都闹心的不行了。我现在洗头然后抹上药，这几天有点紧张，白天上班，晚上跟莹莹直播，到家这没等缓和气儿呢，一会儿又做3-4个点儿，完一会儿见啊。我歇会儿，我把头发洗完咱们再见。抹点药，那纸上还不明显，就是被摸了，我怕我这手脏。他那个结痂也不是说正经结痂呀，一碰就掉，一碰就掉，然后渗那个液就可粘了，好像胶水。问题是痒痒的你都闹心，就是比头两天还严重。点酒，我实在没招了。然后我没想到那阿姨给我拿的还是这个。你记不记得之前我脸过敏是咋的了的？那啥时候了？眼睛总忘了啥事了。好了伤疤忘了疼，完他就给我拿的这个，我感觉挺好用的。他是小孩婴儿都能用的，就是没有激素的。完了后来焦就脸上不有点起小疙瘩吗，就给焦就了。今天是周三，昨天周二没录视频，这两天整的有点急了赶蛋的。原来吧晚上就不愿意剪视频，这回愿意剪想剪也没时间。这两天连着我和莹莹直播都到9点半10点的样。完了哎妈，就感觉就平时也没睡那么早，但是有点乏，就一坐坐3-4个点。然后就白天呢有点空剪视频，完今天一天没着家。嗯，昨天也是，我说拉倒吧，反正跟你们就马上下周放假就好了，这两天就晚上录会儿，你们就将就看。然后下周放假了，白天有时间就录的多了。我就寻思吧，先搁这个碘酒给它杀杀菌，就这一块，因为我主要这地方应该也有点没有，主要就是这块多，抹点儿。我还寻思晚上吃啥呢，就我自己哈。莹莹和娇娇好像买的什么面，然后他俩上我妈家去了，上我妈家去了就说娇娇就不领过来了，就给我妈家了。上完课搁他奶家住，省得这两天孩子也跟他遭罪。那个晚上跟他走。然后我说我吃点啥呢，看那个物流好像我那椒麻鸡今天派送，但是现在还没送呢，一会儿我问问他显示今天派送，今天就能。哎呀杀定，哎呀妈太杀定了，没事吧宝贝们，不能死吧啊。涂抹时尽量避免接触好的皮肤，好皮肤还不行，我有点不敢抹了，就是哎呀杀定，针扎似的。
哎呀，谁都不怪呀，这玩意儿主要是你管住你的手别欠。其实我都不挠这个指肚，完他那个柔弱的小姐姐就掉了，掉了就淌还水，就淌那个粘液，太难受了。歇一会儿啊，啥也不干了，歇一会儿。那个洗衣机里洗两件衣服，然后，哎呀，现在是5点多点，和莹莹也不着急。完，我问问那个，一会儿叫妈鸡能送到，能送到晚上就吃了。那我都打喷嚏，你还来了？哎呀妈呀！我没少穿呢，这个，哎，薄绒的这个小衣服。行了，拜拜，一会儿见吧。宝贝们，有福之人不用愁。你看看莹手里拿的啥？那咋还拿肠了呢？啊，买了，又买去了。不是，今天我去。妈，这头发好漂亮啊！莹剪头发了，好看，好看。哎妈，太洋气了。快瞪眼瞅，拎的啥呀？这个是妈妈让舅妈买的饮料，因为今天来好吃的了，必须喝小酒吃。莹莹已经直播上了，我要把这个椒麻鸡拆开，我一口饭没吃呢。嗯，我怕影响你介绍。不，没事儿没事儿，不影响。然后他人家他是夫妻店，那个女那个他媳妇就给我洗头，说的我也没吱声，我戴口罩一句话没说，我说剪剪头，完了就给我洗头了，说的。你是强嫂吗？嗯，我说的这都认出来了，我是来过一次啊。他说的，嗯呐，你跟强哥长得有点像，就是有点夫妻相的意思。说的，你是强嫂吗？我说啊、嗯、是。哎妈，我说这都认出来了，我就笑了。我说哎妈，这家伙去过人家一次都给我认出来了，完了给我洗洗头。那你没行，有一次你得教教2岁前去玩、啊、搁游乐场。碰着我老弟同学，那同学吧，我老弟同学是我们小时候三楼邻居，就瞅着孩子来，你讲，就是多年以前，我领我姑娘去上啥课呢？其实那两个19月20几、啊，你看我这两三岁，就上了两三岁去上啥课？早教课，嗯，下课了去给那块玩，那块下课以后那一片吧都是些上课的孩子，我就碰着一个女的也领个孩子，我领我姑娘搁那玩，她也领个孩子搁那玩。然后他也不认识我，我也不认识他。他突然跟我过来跟我说了一句话，他说嘞，你是怎？我有点忘了。我说你爸是不是？我瞅着孩子，说你爸是不是谁谁谁呀？哎呦我的妈呀！我说我都懵了，因为我在松原不认识谁。你说我生孩子那年回到松原时，我谁都不认识。他说妈，我也当时有点懵了。我说啊、是的。我说嘞，我认识你爸爸。他说我是谁谁谁，因为。我老公提过他同学的名字，妈，我说是吗？那我俩头一回见面。他说你爸是谁谁谁，我是谁谁谁。哎呀妈呀，我都懵了，又懵了，就这么巧了。因为啥？孩子长，说原因呢？孩子长得跟他爸太像了，孩子跟他爸长得越瞅孩子越像我老弟。嗯呐，这不是小心心吗？小小心吗？认出孩子长相来了，这是关键。嗯。其实孩子真就不像你，像咱妈，像我老弟。嗯，大脸盘子像我，大了像了有点。嗯，啊，这个，啊，那还人家下次还得再剪呢。都说挺好看，是吧？啊，那您我也去，我也改变改变。等等，宝贝们，我跟你们说，是不是小强让咱们放走了？就是我剪两次不用他，用别人，你们都说别人比他剪的好。完，我到那儿没有勇气用别人那小强的面子咋整啊？把我们小强的面子当鞋垫呢？他自己不搁这干了，在上江北干去，搬走了。那下把你可以去任意发挥了，我可以大方的到这家，愿用谁用谁的，你可以随便吧。千杯不倒，万杯不醉，不谈感情，只谈社会。完后配着歌，这妈追到了，这小鸡大约能有。比我的脑袋长，二斤，净重二斤，净重二斤，净重比有二斤，就这种小黄皮儿，给他们看看，嗯，就薄薄的小黄皮儿，给我宝贝们再看看，俩镜头呢，就是你们今天看完直播，明天看我视频都重叠了，嗯，今天换别了，换别了，怎么回事？我好像昨天看了呢，就这样的，重点来了啊、哦，哎呀妈，所有的材料都在他的肚子里。
小伙伴问辣不辣，辣不辣，哪儿辣，肚子辣。就好像干啥事没啥心情，在家整这病更没有心情。哎呀哎呀，绝对有关系，他这个肉吧就不泄松，可紧实了。来，我给你整一下吧。嗯，弹出来吧。就这不专业人士就得干专业人士的事儿吗？你在专业干啥啊？给人上架的。嗯，来，美的。值得我看见到处是阳光，美的未来在。我们这视频就是吃播了，因为我昨天没录，我就感觉这两天好像可累了，就忙一天，晚上到家没喘完气儿，完就开始播。你说播吧，其实跟你们唠嗑啥可兴奋了，完但是等下了可累了，因为坐三四个点，嗯，后背和腰都可累。需要热一下子吗？嗯，不需要热半夜，我感觉就算吃的挺好。东北，嗯，这温度拿回来的，一点都凉，不热，好像不，嗯呐，就这么吃可香了。嗯，没吃过德州扒鸡那种的，嗯，就是。超市那种塑封的那种，就属于速食，不用热，对，就开袋即食型的。嗯，可好吃了，越嚼越香。你要喝点小酒就绝了。嗯、那咱俩能不能喝？喝还不能喝。嗯。所以，明天这视频就是咱俩这么吃，这么吃。嗯。啊，木子竹，你就我问他了，他家得到二十八九呢，你就帮二十五六那站，他保质期七天，正好三十吃。完了那个也不用太晚，你要太掐点吧，一旦。物流有啥问题啥的犯不上，因为它保质期七天也不坏。对，他这么说的。现在物流你平时三天的可能你得按每天安排。妈，没吃够呢，没吃够。你们照顾大人。我寻思一会儿那个人多了我再掰一下，咱俩再一人照顾刺儿。你照顾吧。你这个。你就吃吧大姐，你没吃饭，我都吃饭了。不是，你就快点给你吃你就吃。一人一个吃。你先一个个表演，这一会儿吃。他能省点吗？他能干线长点吗？要一个，他一嘴吃不就是那啥吗？没事，你吃完我吃。不是，后来就错开点吃。后来小伙伴看不着，咱给他讲，看骨头脑补呗。哼，妈，我今天可带劲了，谢谢小伙伴们赞美啊！谢谢小伙伴们赞美啊！这刺儿就能看出小黄皮新叨叨的。啊，行，你介绍一下吧，公吃。你介绍吧。哪个味儿都很均匀，每一个地方部位这个匀乎劲都很好。这咋说呢，都是有味儿的，主要是肉好吃。嗯，不光入味儿，肉紧实，就像那种小笨鸡。有的伙伴说的，哎呀，说这一买有的还得带鸡汤，带汤呢，这个非常的，你看每个皮哈都是那种干净，没有什么汤啊，从外边飘着的腻啥的，特别光滑。我记得昨天有小伙伴说的，嗯，说他买那个小鸡儿，嗯。嗯，肉都烂乎了，完骨头都那啥了，那种不好吃，那种有汤的那两码事儿。你我给你，我给它掰了，就卸了就。这个是有点，就膀子根下边胸口那地方，你看看看人家肉质。胯儿馋疯了，胯儿说你举那老高，你是给我呀，妈妈。那他咋整？他想吃点呢。会辣。你哥看人，我看着呢。你哥还不行。胯儿就搁这儿呢。哎呀妈，这馋的。这么馋啊，辣，看吃坏了，啊，哥该说妈妈了啊，哪会馋呢孩子？我给你看胸口身上，一点点太辣，不咋辣。他针对他说来说，我就这一把嘴得了哦。你哥看着你，那就得跟我急眼。确实，你妈就是没记性，没脸，天没个脸。好吃啊。妈，好像没吃够，谁能吃够啊？没吃够，没吃够。妈，这吃的咋舔呢？可爱，妈这咋舔呢？这么香的吗？嗯，香啊，嗯，反正挺香。你家小嘴巴子的，完又瞅你手去了。那不能给你，这是我。嗯，对，当然说的对。过去的猫爱搁农村养那个土猫，家里啥剩饭都造，现在都娇性，它不敢往这来，它见往这瞅。不敢挪动他的脚步，懵啊！这咋这么多镜头背着呢？这是为什么？这咋的？这是？这是怎么了？哎妈，瞅那小脚脚蹲的可好看了，那小脚脚蹲的那么好看呢，不能再给了，要周一口来干。今天通过长海认识这位老妹儿，我提一杯，
是不是？来到年了，行不行？咱们哥仨，你酒呢？你和你舅妈那个，完给你个串儿，你那手拿着。妈妈你哥这手拿着，你光吃不行，你小酒得端起来来。千杯不倒，万杯不醉。自己下来，不谈感情，非常欺负人的。小鸡吃半只了。超级好吃，小薄皮儿是那种小薄皮儿，越嚼越香。然后咸淡辣都适中，哎呀，别说咸淡适中，口轻的人吃会觉得咸，肚子里都是麻椒粒子。宝贝们，给你们看一下直播人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。如果你是，刚刚看完我直播，你就瞅那老七，哎呀妈，好像八九点钟的。不能是太阳啊，八九点钟的大公鸡，嗓门也大，语速也快，那一乐起来嘎嘎的。啊，十点半了，莹莹走了，完了我就泄了气儿的皮球。要打，哎呀妈呀，还打两个大喷嚏。哎呀，坐起来了，又打两个喷嚏，擦擦鼻子，跟你们说两句话。桌面一片狼藉，如果你看直播就知道，跟莹莹吃的椒麻鸡，然后那这薯条里头还有点吃的这个薯条，然后收拾收拾，明天周四，后天周五再上两天班就有时间了。这个薯条刚才我又拍了，我看他家好像是倒计时了，就还有四天也解单了。那椒麻鸡呢，能拍到过了小年儿，那个你要想三十吃就不着急了，就是过两天二阴历二五二六啊，过了小年儿你再拍就行，就这情况啊，宝贝们。然后这个视频你们就多担待，等我缓过这两天就好了。哎呀，我这块还有点痒，但我感觉那个抹就那个敏佳还好点，这块这头发跟抹发胶似的，一会儿我再厚厚的抹一层，完了就早点休息了。那个，完明天见，没啥说的了。像天天天直播的有点长，完白天在忙，体力多少有点不支了。宝贝们，一瓶的饮料今天也干进去了。哦，这个手买不买的？买那么地吧。一只椒麻鸡剩着一个大腿，然后那脖子头也不吃的，让莹莹拿也没拿。给他拿了一袋夏威夷果，给他拿了点小饼干和那个薯条，没了，就这情况。小姨看看臭宝啊，臭宝就默默陪妈妈呀，人家也不上床趴上那儿的，就这小垫一趴。你哥哥呢？那搁这儿呢，妈搁这窗口下凉不凉啊？凉不凉啊？这两天看不着一下也是陆续洗，这不也咕噜挺长时间了吗？洗了，大宝回来换的衣服，还有我穿的家居服洗了。那毯子头两天洗了，搭那帘后边那大宝的靠垫，我的小睡单，反正就是磨磨丢陆续洗，下周休息临过年就洗窗帘洗沙发巾，完再换一套床品就迎接新年了。啊，你老七是哎呀妈，这花花的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哎呦我的妈，我这身儿好像二大妈唱戏去。大姑娘美美美，大姑娘郎，大姑娘走进那。这寻思，平时一播就缺黑的，再跳白的，我说整点带颜色的衣服，没有，把它翻出来了。就这样啊，宝贝们，我现在大喷嚏又来了，然后没就这一个视频了，你们看着啊，没多录，完了过了这两天就好了啊，就时间了，拜拜。